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李豆豆。首先非常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，或者是投票或者是没有投票的各位，都非常感谢你们能来现场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就想说其实今天的投票，我站在这个位置上，每一票都是你们给我的，我确实没有做任何的东西，都是你们让我站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其实呢，我在一年前进团的时候就有想好获奖感言，因为在一年前的时候看着前辈光鲜亮丽的站在台上，我觉得非常感动，所以说今年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把自己想说的也说出来了。那么希望呢，今后我们能在 SH 发展的更好，然后 SH48 终有一天能冲向全宇宙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